今天是2022年8月7日礼拜日，咱古历呢来到7月7日。啊，那今天的气象讲，台湾各地马祖、大多数拢是晴云到好天啦。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甲平湖、金门，这拢有南山的四线的低阵风。中到过了后，山区、中南部、大台北地区，这拢有局部的低阵雷阵雨。北部地区呢，今仔日算好天，温度26度至36度，即开一路吼。啊，那中部地区呢，26度至34度，依然是雷公四呐，佮兼落雨。咱嘉南地区呢，同款25度至35度，雷公四呐，兼落雨。高平地区呢，26度至35度，雷公四呐，兼落雨啦。啊，那即个华东地区今仔日是26度至33度。乌阴天，落雨天。来，咱今仔日的新闻就开始啦吼，同款针对吼最近这几天国际上界注目的新闻消息，就是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来到台湾做访问，离开了台湾了后的中国见小灯受气，气喘喘，同我对台湾讲宣布吼三天啊，在这个台湾的四口令等吼啊，做三天的时段的军事演习。啊，这个三天的时段的军事演习到底安那进行，咱真正无啥了解。尤其这个第一天啦吼，啊，台湾海峡啦，这个太平洋啊，发射了11粒的飞弹，听你讲讲三天都拢无啊，三天都拢无飞弹的发射，啊嘛讲停止接触的这个军事演习吧，啊，到底详细的情形，卖讲吼，谣言伫空中，无甲大家讲，唔知影，连国防部伊嘛讲唔知影。唔知啊，这个中国共会是咧变什么弯哥棒就对啊啦，因实在吼也无啥清楚啦，但是基本上昨昏就是无看到这个飞弹，伊也飞来飞去，唔过所谓的军机、军舰，包括飞机，嘛是伫台湾海峡的中线，安尼伫遐来个去，来个去。当然，咱国的飞机，咱国的轰炸头有甲中国共会来做警告，公主哥你那个飞上弯来的话就对啦，我得。你怕了该，就说别个你吼飞弹下去，别个你怕了该吼，这种有个警告，有个关照啦吼。啊，目前这个详细的情形，咱唔知啊，咱就只好今仔今吼做煞做的吼，来念吼听众朋友做了解。今仔去坑地偷板呐，上届大片的新闻呐，有看到美国政府甲中国警告，讲你唔通照这道的军事演习，照常要改变现状。美国绝对袂让你吓惊到，中国唔通安尼做，台湾我那无在甲你信半道。另外，可能感觉讲吼，安尼真安慰的，就是讲吼，即、這个中国做人吼，安尼飞弹拍过来，你也就对啊。咱台湾伫昨昏的股市啦，无受到影响，佮减大起333点，会当证明讲台湾人根本。对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是段军事演习就对啦，都无那个准备着，无那个信道着就对啦吼。咱第一篇那个看吼，美国政府安怎样来咧牵制中国就对啦。美国白宫初四日有来召见着中国驻美国大使，这个名叫做秦刚啊。这个秦刚呢来指责讲，美国来指责秦刚讲恁中共呢。要故意侵权对台湾的行动，并且搁在重新搁在讲一次，美国无希望台湾海峡这个所在陷入危机啦。但是一讲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伊嘛安尼讲呢，伊讲美国无接受中国政府当局不断侵权对台湾的军事行动的所谓的新常态。美国的航空母舰雷根号啦，会继续吼，伫这个所在做停留。
来监视恁中国的一举一动就对啦。根据《华盛顿邮报》报告咧讲，讲美国啊，受中国对台湾这种挑衅的行动，来个召见吼驻美国的大使，这个叫做秦刚啊，秦刚。来到北京来表达美国对他们的不爽和抗议，来指责中国你这种行为无负责任，跟美国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长期的目的完全都颠倒并在走。美国这方面再说一次，希望保持双方有交通的管道，会当正顺序来对话，包括美国的一种政策无改变，但是白宫伊唔嘛强调咧讲，讲美国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互人无法度人接受啦，包括美国的国会挺身来捍卫伊地吼，包括美国的挺身呐来捍卫伊地印太地区的价值。来接见到这个秦刚是吼北京国安会的印太事务的协调官坎贝尔，但是一讲科比呢啊，我那伫北京的记者会顶面来谴责中国侵权了对台湾的行动，认为讲中国政府你针对着美国的众议院议长去到台湾做访问，这款的欢迎就对了，伤过多去啊！美国早就已经料到恁中国会使出这种的怪招，傲步出来啊！包括预计的未来的几天内，恁个会继续，并且我拢做好了准备，要安怎样啊对付恁啊！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指示雷金河啦，包括伊的打击群的军舰继续停留在这个所在。来监视中国强匪的飞机、船只的一举一动，美国接下来呢，几个礼拜原来会进行调高伊要甲收过台湾海峡的中线，这条中线过就对了啦，未停止吼符合国际法，伫这个西太平洋顶面甲空中的操作，包括吼持续的对啦，支持台湾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科比咧讲讲中国政府的挑衅的行为啦，这是伊长期来效想要改变现状顶面吼，一个大升级的对啦。中国调高伊呢，安尼利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为理由、为借口，加度来制造紧张的情形，包括实际上效想要设定了新规定，伊特别中国。自认为讲吼新的常态，甲过去一天来强匪的飞机飞过中线，台湾海峡的中线，强匪军伫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发射飞弹等，这种温水啦、煮四卡的行为，伊的目的就是要升温以维持强度，也是至少吼日后会当更加强，甚至定期来重视这种的操作。我无接受这种的新现状，这唔单是美国无接受，全世界拢未当接受。听众朋友，这篇长了了，美国甲中国警告，当你唔通借地发挥啊！阮美国国会的议长去到台湾做访问，这都正常的代志，伊有权利，伊有权利。人去对访问无受到恁中国底下的机手为多，无受到恁的这个啥啊技术就对啦。但是你调过去照安尼来侵权着吼紧张的情形就对啦。我美国袂当接受，尤其上届严重重要一点的牵涉就是讲安那中国肖想要安怎样啊？照着佩洛西来到台湾访问，制造紧张，制造一个军事演习，和因的飞机啊，飞越过台湾海峡的中线，包括吼啊飞弹拍过这个台湾的上空，落对太平洋，落对日本的经济海域入面，要何者形成一个新规定，大正常化去，要何因未来的这个中国的军机军舰就对啦，送到个收对台湾海峡来。送到个背对台湾海峡的中线里面就对了啦，超越过中线，这就是因要安的。美国看准准，讲你唔通搞我冲这个，我绝对无接受这种的新现状，全世界嘛拢无法度能接受了。
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昨昏伫这个下晡的节目有甲咱报道，这个曹新成就是联电的英武董事长，对咱台湾捐出了30亿的新台票，要来强化咱国的国防，甚至开一场记者会讲中国共匪如果啦。那敢怕对台湾来的话，因两个后生绝对出来抬共匪的。这篇的报告吼，咱来念给听众朋友做了解。联电的英武董事长曹新成呢，昨昏开了一场记者会，表示讲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初三日离开台湾了后，共匪就依照现演习。为名义肖像要对台湾做实质的方式，这种的行为实在讲有够傲慢兼阿爸，当作台湾人，大家拢总是贪财怕输的人吗？我直接宣布捐出30亿来协助加强台湾的国防，唔忙会当唤醒台湾人，卖贪财，卖惊死，为维护自由、民主、人权，爬起来吼，战斗。国防部表示，讲如果若收到这边的捐款的话啦，会以这个捐款的人的指定用途来个做编制计划，依法来运用。曹新成马来呼吁民众爱甲吼通牌的人士划清界线，来透过选举啊，这个检验候选人，如果这些候选人啊。那认同罗马，认同黑社会组织，咱就卖假票登好伊，因为因本身就是罗马。这个曹新成伊咧讲咧，讲台湾的国防弱点无伫咧武器装备啦，而且是认知甲士气这方面的不足。伊初初诶想法30亿呢，想要用伫资助将来个人，包括团体来办理全台湾人诶国防诶教育。包括研究并且出版吼啊，反制中国吼对台湾认知作战的册，包括各类的影音的创作，啊，这个办理来揭露出中国共匪对台湾的威胁甲通奸渗透相关的活动，来开发吼辨识，也是讲对准，也是讲对查源头来反制。境外敌对的势力对台湾散布的争议的假消息，包括开发反制中国共匪对台湾网络的攻击，包括侵害活动等五大行动。伊认为啦，面对着中国的威胁，台湾的内部共同存在伫即个啥鸵鸟派、导航派、统一派，这些人拢无看到，也是无愿意承认中国共匪的本质，就是地痞流氓啊！地痞流氓，那反正台语就是狗耍流啊、流氓安尼啦。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模仿新国家的恶的组织、恶社会的组织。正常文明的国家推崇的是人权、法治，包括民主、自由。中国共匪一直是模仿加做一个国家的集权。炸起仇恨独立的恶道组织就对了啦。曹新成伊在讲讲佩洛西访问台湾的前后，中国共匪的外交部，包括国台办，包括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等人啊，好杀气腾腾，气压压恶气气，南蛮佮兼白目搞怪就对了啦。证明所谓讲什么大海两国的同胞血浓于水，讲什么中国人无怕中国人，这根本就是金马即科研的白话。曹新成昨昏的记者会，为工作党，为工作党直接甲中国政府指名点姓，讲你是模仿性质的国家的恶的组织。中国政府恁这群人就是地痞流氓，反正台语就是讲狗耍你外的罗马。听众朋友，罗马有分几啊种呢？罗马有一种，伊是吼靠这个酒店舞厅、靠跋筊咧趁钱，
虽然正常人无啥爱去迄个所在，但是伊袂恶袂来，伊趁遐钱，伊袂太高声。另外一种人是太高声呢，欺负善良的呢，对着恶势力应该遐砍呢，这种叫做地痞流氓啦，啊，专门咧欺负弱势，安尼就对啦啦。这种叫做地痞流氓，啊，你变呐面对着这种人啊，你就是含伊强都强啊。你若像韩国做高手，不是啦，做这个啥，做到安尼小骨啊筋安尼就对啦啦。中国工会就是吃你韩国高高，北韩嘛看伫眼内，北韩嘛看着讲，啊，你即卖韩国总统都比一只高楼仔更加不如嘛。中国小我甲你画一个，你就跪伫伊面头前，甲伊父母起来伫咱争，伫咱树底下咧干。你这种，我北韩嘛出资吃你大爹。嘛看现现啦，所以面对着这种吼，所谓曹新成伊所讲的地痞流氓对啦，伊硬你得爱硬个安硬啦，你茫当作讲伊咧甲你硬，啊伊咧甲你歹，啊你得揪起来，唔敢虾米啊那时阵会当揪起来。一旦揪一个吼啊，这个安全之心无可能啊！伊来看你弄落啊，迄就是一心肝头想要爱，讲这个人叫我吓着啊，这个人叫我吓惊着啊！来开始我就要对伊身躯顶那个用那个糟蹋，对伊身躯顶的物件好的啦，有价值的全部甲忍起来，了后当下站起来好死去安尼。中国政府就是安尼啊，世界各国咱看拢看得到。今仔日，中国政府对你面对面底下咧嘻嘻哈哈，底下笑嘻嘻啦，后边准备也是去得啊，要甲你堵落去。中国政府呢，那对你气啊也恶气，就代表讲我吞你袂落啦，我食你袂落啦，所以吼，我就用派用大头虾，皆用虾，甲你虾看过袂啦。中国政府呐，对你点点无话无句。无啥物批评，无啥物建设性的话语，啊嘛无啥物鼓励的话语，就啥讲啊？你这个人就是奴才性啦，我唔免甲你派啦，啊免对你嘻嘻哈哈用骗你啦，我知影你就会乖乖听我的话啦，啊就是安尼尔，对付中国人，中国政府人，没中国人，对付中国政府就是安尼尔，吼、哦，无啥物吼，作势作好，再袂是个啥物机卡啦、报切无啦，安尼啦吼，来非常感谢。咱时间的关系，咱先歇困一段时间，进一段广告，感谢。就是淘汰太唔着急了。对对对，我就是淘汰太。你好，你好，我阿星啊。啊，你好。哦，阿公食咱的产品，礼拜公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是啦，我想讲做一好心哦，为民生间的足歹好哩啊。是。阮家是毕业了，阿都去儿戏的迄种啊，足久的啦。嘿嘿嘿。阿都跟咱转来，食外口嘛，佫带下跟咱阿东迄条啥无尘室拢红红的哦。嘿。可能阿民生间面啦，迄头十万年，十万年前啊。哦哦哦。啊。呀，唔知是你先讲的，还是我电脑拢话个疲劳唔听？啊，我是咧食恁啊，我昨晚以前是听恁哦，咧食酒精啦，卡酒精有无？哦哦哦，我唔捌听人咧见证讲这个微型肝炎啦。哦，是是是。嘿，我酒精食到之后啊，有一天唔听人咧讲微型肝炎食好，我紧甲阮囝讲，啊，阮囝佫唔相信，佮伊就啊，卖相信个卖安尼啦。我来病体，又阿无人答伊讲啥物。不会哇，一考考的啊，点了打啊声，现在这个加嘛相麻烦啦。啊，我得了去了，对了。啊那啊那啊，无啥无啥见啊。我一讲来你就讲啊，你听我慢啦，我听人喺电台咧讲，讲米线干人食好，哎，就乖乖对就好啦，要食好都健康。我嘛跟你讲足久个啦。你啊你问晓得啥？我习惯讲。嗯。做认真食，我那真乖啊，真认真食。哎，鼓励就好啊哦。啊好，我阁唔相信，惊我唔知，阁半年，我顶个月阁叫去检查，上次拢好无安怎，我唔知讲，下个月来做心讲讲，我妈妈都声音啊，甜啦声吼，是是，我就是变你跟你讲，尽可能大家知影，人讲米线干干净，别来吃，别来吃，就是这点啦，出个点我心存善念，我唔是讲，我讲你不要这样啦。哦，啊你咧阿表阁去陆续去了别人家做检查，有就是安尼，我半年了阁检查阁无，哦，检查第三摆也拢无，我唔知刚做检，我讲你最好。赞赞赞，安尼安尼，啊打开始讲，恁老先做个疲劳，做个酸奶了。系啦，伊台正是想阿无创啥，都咧上下班的人，伊伫闽南咧上班嘛。伊台先时阵是伫迄度科技啊，啊为了我是伫食我迄度酒精啊食得好，是
啊，一摆恁咧少年部咧办咧什么，我冇去嘛。啊，了是有一天咧见着我，听着讲，咱系讲米线干食好。嘿嘿嘿。啊，咱今搞间高水一叫一下，我即摆。已经三拜检查拢无啊，啊所以讲你已经讲讲，好人，有这个米线干的人较紧食。好，你食啥？我拢食几落行啊，中药啊食，啊什么芦荟烤迄落，烤烤个炖迄落啦，我冇用啊，拢好像不见效。哦，啊，起码拢去检查三拜拢没有米线干的了。哦，谢谢啦，谢谢你公司啊呢。我呢，头来在我那个你感谢呢。啊，行啊，哦，啊你那无办法活动，我就爱参加你的活动。我全部无办活动啊。有。好啦好啦好啦。那就这样子哈、啊，感谢感谢。阿伟元再来咱台南者，啊你到台北嘛吼，到台北嘛吼。我到台北对。到台北吼，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好，拜拜。好啦，真感谢哈，感谢咱公司在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这么一广告时间了哈。咱这陶大姐啊，给咱做这个见证了的，所以公司在今日台中，今日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心理上这障碍吼，在咱心上产生的时候吼，啊，咱中东中西啦，中病医啦，西医啦，汉医啦，安尼中几点当去对？不要吼，安尼来给咱做一个这假人信堂公司的这产品料对啦吼，明显呐，嘿，陶大姐吼，陶太太就对啦吼，啊，伊本身哦。本身哦，不相信啊，不相信的对，公司清楚不相信。我连续去检查三次，时间半当去检查一摆，确实也病情好起了，不够发作啊，嘛无咧指数啊，对。哼，听你讲的吼，心情个安慰，咱咧卖产品的人心情个安慰，对，欢喜啊，欢喜就对。所以讲，我无咧报出一个好心肝报备啥子就对。台中平有相信无相信，在咱个人就对了哈。安尼啊，所以咱信任公司产品，你会当好来个使用起来。好、哦，尤其这边许多山，欢喜去多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好、哦、啊，加上所有产品一旦互相搭配做使用就对。家己吃看嘛，但是第一点要有耐心，唔通，啊，吃一罐就准耍了对。好、哦，而且是足重要，这点一定跟强调的，别忙吃一罐就遵守了，对哈。三个月到半年的中间，忽然时间给你调理，好、哦、感谢哈、哦。有任何不了解，你也当跟拍电话，跟做详细询问。尤其咱现在许多山哦，有搭配的，或者啊米吧有厂啊，哈、哦，啊或者产品非常有价值，价值咱详细的话来个使用就对了哈、哦。有任何不了解。只要你电话拍过来，做详细询问，全国服务机会免费专线电话：0800-058-668，0800-058-668，0800-058-668，或者是咱中国民付费的机会专线电话。听众朋友，咱这段期间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一直有咧反复交代。会当住第四季的朋友赶紧去住，包括吼咱的幼儿、童儿啊、婴啊，会当住的赶紧去住，唔通看，吼能够第二等，别个不咧等啦。会甲咱安尼来做交代，欢呼绝对唔是无怨无因啦，绝对唔是无怨无因，无得。听众朋友，有可能这个新的中国病毒。就是 BA.5、BA.4，有可能会伫七个月。甚至伫月底就对啦，大爆发，啊！这爆发落去到底到底会爆发到个什么款的程度吼？无人知影。啊，咱今嘛嘛无法度人去甲做预测，因为本身就对啦。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伊嘛唔敢吼讲差不多控制伫什么款的数量，干那只讲有可能来去爆发起来，有可能是讲一个三万例安尼起跳。所以台中朋友一旦去做预防下，赶紧去处。搁再来就是听专家、听医生交代，就是将咱家己的身体安尼过好用起来，食好好、穿好少啦。当然，这个天吼真热，免搁穿伤少啦。上界重要就是生活爱规律，保持吼咱强搁有力的抵抗力、免疫力。当然，抵抗力、免疫力就对啦。除这个规律的生活以外就对啦。咱得爱搁靠食健康的物件来做保养。好物件，唔通吼，唔敢食，唔敢开。
吃这个东西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啊、当然有一些人啊变那个粗饱的啦、啊、当然变粗饱有当时那个吃一顿饭那个没法多余，但是要顾身体顾好用的你也是要吃到对的东西。我们在这要保咱所有啊，这个乡亲士大，所有听众朋友来使用咱圣山士多山，咱圣山士多山内底有真侪成分，就是咧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长期间后听咱诶这个电竞大的朋友，大家拢知影吼，咱比较唔免搁再吼做补充吼。这段期间厝若有长辈士大诶朋友，咱这个圣山士多山一定要赶登来吼做使用，和咱的长辈士大吼增强免疫力、增强抵抗力，包括厝大大细细囡仔、大人拢总同款来做使用啦吼。咱从嗰边付费叫回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来接落来，咱要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日语歌曲，这首就是咱台中方言黄小姐来点播啦吼。这首的歌曲叫做啥物呢？欧伊拉啊，日落照，欧伊拉日落照，我是处龙中。这台语歌合作吼，报道河南的。と言われる意地にもなるさ、ちょいと惚れたよ男だけ。おい、喧嘩だ喧嘩だ喧嘩だ。よしね、やめね。ここはおいらに任しとく。富士の大山は。日本晴れだよほいほい、おいらじろちょうだい。母を訪ねて旅空夜空、ここはどこやら祭り歌。行くぞ行くぞ行くぞ、やろう、行け。度胸面じゃまた変わらぬ本当男になるまで帰りませんね、ほいほい、おいらじはちょうだい。義理のしがらみに女が見せる風のまにまにサンドがさ、おっとどっくい、ここは男の見せどころ、涙こぼしちゃ笑われる。水港のほいほい、おいらじろちょうだい。
0000586668，一支是咱中国兵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今仔日所有的平面媒体差不多全部吼，拢总是这个佩洛西来到台湾访问了后所衍生出来的一挂相关的报告，包括中国共会建设邓秀奇啊，对着台湾做军事演习，发出了11粒的飞弹，结果吼，其中4-5粒。到底不知道是调过伊，还是控制了无数是咱唔知影。但啊吼，陆陆对这个日本的经济海域里边，啊，当然日本啊，除了这个啊外交官以外啦，包括吼、国防大臣、防卫大臣、跟政府，就是安倍晋三吼，因这个小弟吼来支持。阿妈吼，来叫中国随时停止，搁在做这个军事演习嘛啦吼。阿甘政府呢，伊来批评中国吼，讲将这个几粒的飞弹射对这个日本的经济海域，这个行为唔是冒险，是调故意的。我就是讲你调故意的就对啦。另外，咱有看到这个佩洛西昨昏去到日本啊，来喊着日本的首相吼。来做见面吼啊！一场记者会，伊嘛来重新讲出美国不应准中国来过入台湾吼，而且报道吼，咱来联盟听众并做了解。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啊，5日伫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来召开记者会啦，伊不应准中国过入台湾，强调伊即逝的访问台湾的意义。对中国的台湾四周围的海域来举行实弹射击，军事演练唱关了紧张的局势。佩洛西表示，访问的目的啦，不是要来改变着现状，是要维持现状。佩洛西批评中国以伊访问台湾作为军事这个挑衅的借口，一个强调台湾是全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之一。台湾的自由啦，不应该被抢夺掉。佩洛西伫较早啦，有甲着日本的首相吼岸田文雄来举行这个早餐会啦。当中，日本甲美国也拢确认美国日本吼会当继续密切的合作，用安尼来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甲稳定啦吼。佩洛西伫初四的英南结束了访问，即个韩国的行程了后，来到吼即处亚洲的最后一站，就是日本。5日透早有来拜会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含即个南韩的总统吼尹锡悦相比较起来就对啦啦，尹锡悦是惊到吼大眯起来，用着度假为理由啦。用着度假为理由密起来，包括南韩的国防部长嘛，密甲无看人，结果去予南韩的这个百姓吼，真袂爽，开始对伊呛声啦、扯干辣椒了后的时阵，被逼不得不已，大吼用着电话来联络佩洛西，含佩洛西讲话讲差不多40分钟，兼吼依着总统府的名义来对外讲是安怎样，我无接见佩洛西的原因是因为南韩的利益的关系，所以无出来。而且，在这个含佩洛西进行40分钟的对话当中就对了啦，连讲两字台湾一句都不敢讲，都不敢去提到台湾的问题，讲出台湾的问题都不敢讲。日本这种面子安排，佩洛西啦，在5日透早跟岸田举行早餐会，早餐会有官房副长官吼幕僚胜利啊，包括首相人权辅佐官吼中国员，包括吼日美相关的人士大约20多人啊。时间差不多1点钟，会谈当中，佩洛西首先对着吼前首相安倍，伫顶个月吼啊被暗杀身亡，表示哀悼之意啦。这个岸田伫会中有去讲着中国的飞弹吼。啊，这个射入了日本专属的经济海域，一强调这已经牵涉到日本国家甲这个人民安全的严重的问题，一强烈的谴责，并且抗议中国的行动已经严重影响到地区甲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并且
叫中国随时停止这次的军事训练，包括吼、这个国防部长吼、就是这个防卫大臣颜胜夫来批评中国，讲你把这个飞弹射对日本的经济海域，这不是谋杀，这是调故意要射的，听众朋友。咱今仔日有看到报纸就对个啦，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来来批评美国这款的行动就对个啦，完全无意义、无正当性。世界民主国家，各国拢站出来挺台湾来批评中国，我都唔相信中国姜伟涛啊，伊都敢安尼冒落去。当然，姜伟涛啊，伊到底是为什么代志来做出这样那吼严重、反应过度？的行为出来，无人知影，大家拢讲是唔是伊要连第三任，要连第三任就对啦。一般因中国强一头啊，就是拢做两任尔嘛吼，一任五年，两任十年嘛。啊，伊若阁好连第三任落吼，有可能就做较死啊吼。第四任、第五任，伊要学上学迄个莆田，伊要学金小胖，就做较死安尼啦。一般的人的猜测是安尼，吼、哦，猜测是安尼吼。啊，这款的猜测有可能就是讲吼、哦，这个姜伟涛啊吼，伊伫要连三年的过程当中，伊那伊因中国宪法是不允准安尼的嘛。但是你人也要甲创嘛，是会就对啦。啊，所以侪侪人都反对习近平，你去继续做第三年类。啊，所以伫这款的情形之下，伊为着要展现讲吼，伊唔是软啊就对啦，唔是软卡下就对啦。伊就调高伊吼对台湾来一个军事演习。来咧点评讲，何因内底诶迄个反对派诶人，反对伊连三林诶人看，讲我毋是软啊哦，我是吼作用诶人哦。事实咱讲实在，习近平这个人是一只小狗，真强诶人。啊，这是伊本性吗？我认为讲毋是。这上界重要的是伊这个人做囡仔诶时阵，因老爸，因老爸叫做习仲勋呢，就是这个毛泽东边啊诶一个重要诶干部。啊，这个毛泽东边啊，一个重要的干部是安怎样啊？因后生习近平会伫十五六岁啊，去和中国共匪个掠去老解人老解呢？是因为这个习仲勋了对啦，习近平老爸曾经吼伫文化大革命迄段期间，讲去看就是本吼右派的册啦，都含因这个中国思想完全无同款的，较民主主义的册，去和人看到了后。大家吼批斗甲斗争，斗一个连习近平迄当时十五六岁啊，嘛对咧去用三字吼乐解赢乐解乐解甲二十几岁出来乐解赢这段时间，等于就是关伫这个乌龙内底啦，监狱内底。来，听众朋友，咱时间的关系吼，咱先进一段广告，等来时间有闲，再继续来讲这件代志。咱都叫讲习近平因老爸原本就是毛泽东边啊一个亲信，一个正重要的干部。但是当时因为吼去看到一本比较吼含共产主义较无同款的民主的册籍了，去有人发现到，去有人甲批斗，去和中国共匪甲打入黑五类，当然几口罩拢对连累的，连习近平迄当时十五六岁啊都甲掠去吼加入，去甲了解，渐渐熬伫这个乌龙内面关七年了。过着浙江啊，含遐一寡有诶无诶斗阵，而且个几七天，伫迄个所在，咱人伫十五六岁啊吼，迄、个个性阿袂做成熟诶过程当中，你可能感觉落对迄个所在去吼，伊会当学着啥，无啥人学，干那学着讲，我伫遮要继续生存落着对啦，就是一定爱强爱干。如果你若强未赢人，干未赢人，你就爱用干杂诶步数。啊，无你伫遐做歹过日子，简单讲就是伫迄个乌龙感个内底，你就是一定爱安尼。所以伫迄段时间养成了这个人的个性足奇怪，伊有可能足强足干，啊无就可能足干杂安尼样样啦。所以这个人你做歹了，为人讲有可能伊要连。为什么不直接左转呢、你看前面有个蓝色圆形标志，画有机车骑士跟两个箭头，那就是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哦。看到那个标志就要再转吗？没错，但如果没有两段左转标志要进行左转的话，记得提早打方向灯并摆头，在路口中心处等待左转时也要注意对向来车，礼让直行车哦。还要礼让行人哦。没错，女儿好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及高市府新闻局提供。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雅兰。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爱传承关怀演唱会将在8月13号星期六下午2点半在高雄市立社教馆与社福团体们相见欢，由我陈雅兰、萧载戏、陈美凤、毕淑静、方继伟、李宣荣、刘福柱等众多艺人共襄盛举。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与永达社福基金会邀请您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国旅正行是不是想要祝你生啊？是啊，那就赶紧上城乡导游网站搜查相关的资讯哦。城乡导游的网站有推荐全台湾各地一定爱吃、一定爱买、一定爱体验的好店家哦。无同款的台湾之旅，吃喝玩乐住拢在城乡导游网站当中哦。阿哥阿哥，你可以当参加城乡导游的扫码几点活动哦，边消费边几点，物价够量。好来小舅，做伙来北台湾。热天这么热，为了煮食，无应该大粒瓜、细粒瓜，实在是真忝哦。来，青草熟食包，退冰就水的吃嘞，退冰就水的吃嘞。有鸡卵骨、鸭肉、咸猪肉、金门高粱烟肠四款料理，要吃多一项就偷多一项，5分钟就串好一项菜。青草熟食包，退冰就水的吃嘞。金卡0800-893-893，0800-893-893。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左在中89.5，快乐左在棒89.3，快乐华灯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在玩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在论英雄，关我那一雄风，马赛亚，马赛亚，为我社会情，带头我的中心对人。好好我过一生，朋友，嘴破、舌头老化、气化不正、敏感酸痛，拢会当来个使用这条白沙湾气膏，真正有效，佮兼会当过滤喙齿花。像我呢，十几当前牙周病严重，应该即马变健康的喙齿花，这唔是我白讲的哦，确确实实。哦，啊，咱那听众朋友有想要使用，叫回专线，台南康六79450079，台南康六79450079，感谢。各位，咱台湾人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敢知影台湾人俱乐部原来有赖？您敢知影要安怎样啊加入台湾人俱乐部的赖呢？加入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赖了后，就会当收到明年来节目的精华，甲三位主持人啊，伫线卡只有诶温中版的个人秀，张天君好听的台语歌曲。阿星笑开的广告内容，邀人
丰富的历史故事，拢会当予咱的好朋友第一手收到来独家的放送甲内容。欢迎啊，咱所有的听众朋友，赶紧来加入台湾人俱乐部的来，无论时段随时收听。张天君阿星。邀人新坤邀请你0800-5-5-8-9-6-9 0800-5-5-8-9-6-9，你只要打通一支电话和服务人员留下你的手机号码，我们就会传一个简讯给你，试下去就会当加入咱台湾人俱乐部的来的好朋友，0800-5-5-8-9-6-90800-5-5-8-9-6-9，感谢。0800-5-5-8-6-6，或者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即卖个等个节目现场吼。来，咱节目呢一开始，咱要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高雄市黄太太来点播啊，新演唱的歌曲《台湾上水》。Yeah.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号机是咱全国跟付费的缴费专线定位吼。来，咱继续来个看新闻啦吼。这两天，咱台湾啊，台湾海峡包括东部的太平洋真无平静，甚至连金马座马龙港管真无平静。上界重要就是中国强会啦。安尼钓过一出来迫害现状，咱有看到一篇新闻，蔡英文伫昨昏这里连发了吼，几啊篇的新闻稿，内面有英文、有日文，来呼吁国际社会爬起来积极批评中国，来停咱台湾。来这篇伊安尼讲呢，伊讲面对着中国警匪连续来的军演，蔡英文总统昨昏伫网络啦、推特来发布了英文甲日文的文章，来向着国际社会来说明台湾政府的作为，嘛来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民主的台湾。来阻挡区域安全局势的升温啊！蔡英文总统嘛透过赖的群组，包括面册，向着所有的台湾人表示，台湾将来未去何条件来拍倒去，希望全体的台湾人团结一心，咱做伙来保护咱的台湾、咱的国土、咱的主权、咱的民主。外交部长表示，目前已经有友邦了，包括理念相近，包括吼友澳国家的国家超过四十国的行政官员，包括立法部的官员，包括各界的朋友来声援台湾。咱国政府由心中来感谢国际社会来支持台湾民主的价值和台湾海峡的安全，也严正来要求中国政府理性斟酌，停止对台湾人的恐吓。蔡英文在这里呢，我若有发表到录音的谈话，来批判支持中国在台湾的四周围进行实弹的射击的演习是无负责任的做法。当然嘛，来呼吁国际社会来支持台湾的民主，民主的台湾共同来阻挡无理性的军事行动。昨昏搁再透过的推特，从这里阴暗的单位的影片的内容来甲发出，吼、哦，用着英文，用着日文来甲吼写成一篇文章来甲发出。这个英文伊的部分是安尼写，蔡英文总统伊讲吼，咱国政府甲军方即马当密切，伫咧关心注意中国的军事演习啦，甲这个资讯的行动。并且会随时来准备吼，做出吼啊，这个必要的反应，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民主的台湾，主动吼区域安全局势的升温。另外，蔡英文伫日本的推特顶面伊安尼写，伊讲咱国绝对袂采取吼加重了局势紧张的挑衅的行为啦。但是在必要的时阵，我们有保护自己国家的感觉和信心，也不忘日本这款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并共享价值的国家手牵手做回来保护区域的和平和稳定。面对着中国共匪的这个威胁，蔡英文总统同样昨昏啊既定的行程照行，出席第29届的美食节，台湾的美食节啊，伊强调咧讲，讲上贵的生活并唔是讲对天就会当咱唔该好人呢，咱国政府加强啊这个鉴别严密来监控各单位，安尼正定稳来应对。请咱台湾人的放心，保持冷静，也感谢全体国军第一线，伫第一线来咧保护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昏接受访问啊，嘛对着中国强匪表示啦，讲台湾人爱好自由和平，无想着讲隔壁这个歹厝边恶邻居啦。
在咱台湾的门口耀武扬威，从国际吼上界接的航道，安尼大军大以石油军舰来个破坏掉，但是台湾未屈服啦吼。这是咱吼看到吼啊，这个蔡英文包括吼总统啊，蔡英文总统啦吼，也有这个行政院长伊三兄的谈话。另外，咱有看到一篇这个美国啦、英国啦。澳洲啦，包括法国吼啊，针对着这件事件吼，因内底的谈话是安那呢？美国联邦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结束了访问台湾了后啦，中国伫这个台湾的四周围的海域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马打遭受着全世界民主的电影来个批评，来个支持。美国、英国、澳洲、法国等国会。啊，这个英国的外交，包括吼国会领袖最近小连线发声来挺台湾，并且向中国政府表明武力吓惊，唔但无法度人吓惊着台湾，嘛无法度来改变阮西方国家对台湾强烈的支持。澳洲金融评论报纸咧讲讲澳洲的外交部长啦。吴英贤，伊初五去伫柬埔寨的金边来出席一场东亚的高峰会的时阵，有来讲，伊讲中国的军事演习反应了过度去啊啦，破坏了稳定。伊已经吼就这个强会应着台湾海峡的这个海岸线吼附近发射了吼飞弹，向着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达抗议甲关切。伊讲这是这个所在严重的事件，对阮的战略盟友日本也造成了何影响？维持了区域内底和平，卖起冲突，符合全体国家的利益。澳洲无愿意见到台湾海峡的现状遭受到任何片面的改变。伊还佫有讲到，伊讲澳洲。其他的外交官也向着中国的外交官表达相关的消息，而且澳洲也跟联邦讨论过吼局势误判的风险，包括法国的外交部长科隆纳初四去接受访问啊，有看到这个啊。过去曾经有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这应该未当变成了中国挑起着紧张的借口。这种，这是法国的行政部门领袖第一道对着这件代志表示了伊的立场。伊嘛搁再讲一道，台海两国的对话啦，卖片面来改变现状的重要性，并且直接讲中共啊侵犯台湾，这都是误入歧途。但是伊无认为目前中国家安尼做啦，种种吼，咱有看到吼，这是美国啦、英国啦、吼、澳洲啦、法国吼，这几天的新闻差不多拢总是安尼吼，差不多拢总是咧报起来代志，有够侪，侪到吼，互咱真正吼看未完、念未了啦。另外，咱即马有看到一篇上新的吼，这特别咱去甲做一个报告，就是讲最近这个强会啦，对咱台湾四颗连弹吼，安尼进行这个包围式的军事演练就对啦。这简单讲，这就是吼大国要欺负小国的行为。啊，两国卖去抢棒掉啦，两国啊真正去抢棒掉的话就对啦。圣经飞弹结来结去，射来射去，三要较吃亏，阿个唔知影啦。啊！伊今仔日是安怎样干啊？那做伊就是大国嘛，爱、啊、看咱台湾小国嘛，啊，就是用这波伊有在钓，伊去吼包围日本，包围去嘛。伊有在钓，伊去包围日本，包围去嘛。日本即马当足嚣张啦，足嚣张要向中国拼一个输赢啊！因为安倍死就对啦，伫日本有人咧猜测是毋是中国伫后壁伫遐咧指手画脚吼，伫遐咧设计有诶无诶啦，有人安尼想，包括。安倍的死就对了啦，因中国人安尼吼，底下咧办喜事庆祝啦，有诶无？好，因日本人看甲已经足牙狂啊！有代表伊就是条飞弹，甲落伫日本的本土里边轰啊！日本人无含你输赢，我则输你啊！你，今仔日咱看到这篇嘅新闻，美国国会议员即马当咧吼啊，即、這个当咧修法就对啦，提议啦，提议讲吼，是毋是未来吼，咱？美国的武器会当吼用造的、用组的，直接组好这个台湾，直接吼啊，这个造好台湾去输赢，因为安尼较经费。因为早前咱台湾要得到先进的武器吼，
就爱靠吼开钱去甲美国买，啊开钱去甲美国买吼，哦，足麻烦嘞。台湾这也是对手续，去到美国这也一对手续，啊手续完了后的时阵，会当啊，要运送来到台湾的时阵，才去开始制作，啊，等啊制作完了后的时阵，来来去去拢唔知几当后的代志啊，有可能吼。台湾啊，真正吼含人迄个现金起来嘛，已经早就叫拍牌啊，武器也被上交。所以美国的国会议员伊就提议啊，伊讲是毋是直接未来会当用借的、用租的，单直接借给台湾，直接租给台湾。咱这边咱来个听看嘛。美国联邦众议员，这个叫做吼普银珠啦。朴银珠，这应该是韩国人移民过去这个美国的啦吼，因为这个朴银珠这个名吼，都是做韩国人的名啦吼。伊来提出讲台湾民主的防御武器租借法案，来授权吼美国政府吼租借武器和台湾。朴银珠伊安尼表示呢，伊讲这个法案已经嘛得到真侪名，共和党啦、啊，包括民主党的议员的联署啊、哦。五万下当赶紧吼拜案来做审查，伊当时嘛写批给美国总统拜登啦。五万早一天下当批准台湾的军事案，紧批准紧来给台湾。立法院民进党团中交郭建明啊，昨昏就有加这个特任主吼来做事情的会议。郭建明伊指出咧，讲讲特任主长期是足关心台湾。包括台海两国的议题，担任众议员了后，唔打真侪头伫国会来讲话，来听台湾，嘛来敦促拜登政府来保障着台湾的安全，伊嘛真用力、真用心来恶劣着台湾的防疫的表现，无受着中国的这个侵扰啦。台湾民主的防御武器呢，组织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在必要的时阵，会当直接同我租给台湾，借给台湾。美国的众议院的议员朴银珠以及关的这个提案真好呢。伊讲来当用这种方式直接借予台湾、租予台湾、提供台湾武器了，对啦，这有帮助进一步来强化着台湾的安全。希望这个法案会当得到吼啊，这个美国包括参众两院的支持啦。当然，郭建明。伊啊，咱台湾的立委大郭建明伊咧讲咧，伊讲真感谢朴银珠这款的提案，即阵啊挺台湾嘛，非常配合吼，伊有法度能跳脱的这个传统吼，这种军事武器用买这种的这个思考方式，提出这种即阵啊有创意、有意义的重要的法案就对啦。郭建明咧讲讲咱台湾啊，那个美国吼买各买军事武器的时阵，哦，迄、那个过程实在有够复杂的啦。所以这种组织方法真好，台湾人民绝对有信心、有勇气来捍卫伊家己的主权。郭建明伫会议当中向着朴银珠来传达台湾人民捍卫民主的决心，就算讲面对着共匪啦。面对着共匪的这个军事，包括吼这个假新闻、假消息战的威胁，台湾嘛未调故意无台无志，招中国要冤家相拍这种的挑衅的行为，当然嘛未调故意来侵犯着冲突，但是对着保卫国家绝对无丢毒、无退让。共匪只要一个飞弹拍对台湾的这个土地落来的时阵，那安尼迄个时阵就是台湾。要跟中国输赢的时候，双方并且就这个未来台湾跟美国的经济合作进行讨论，朴银珠强烈来表达对这个签订台美自由贸易的协定，包括台湾加入印太经济结构的支持就对了。听众朋友，新闻这几天差不多都会在这里转世了，
包括吼未来咱台湾吼对这个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外的对啊，各有一项决定了。就是制造台湾的紧张甲混乱，啊，变啊制造，就是利用假新闻、假消息，透过台湾加所谓吼，这个通派红色的，加的这个媒体，包括学者，包括民意代表，要故意来散布这些假消息来吓惊咱台湾，可能台湾的社会吼，安尼造成了惊吓动摇，听众朋友。这段期间，民进党政府咱有看到，足些吼拢有咧甲咱交代，讲只要看到迄个足奇怪的新闻，千万唔通转，唔通转铺，唔通吼转对倒位去。你茫认为讲，那我转一个尔，无差呢，这项我无期待，赶快来负法律责任。代志愈大条，你负诶法律责任就愈大条。唔通讲，嗯，啊这别人铺好我，啊我去转到别人尔安尼尔，唔通安尼铺。看看就甲删掉啊！尤其最近足侪假新闻啊，未来开始中国会对咱台湾哦，用迄个假新闻，用迄个白查新闻、白查消息来要吼混乱咱台湾的社会，大家爱注意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号机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接收的机呢，邀请听众朋友做位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湾进行曲。啊，听完了，咱进一段广告，咱稍等的吼，特别来吼开放的线电话，开放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做伙来开讲啦吼。当然啊，咱这个开讲的话题吼，无设限，咱想要讲什么，就会当来个讲什么。台湾进行曲。非常感谢咱敬爱勇士，都来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直播哈。
今麦是广告时间啦，要来介绍咱新人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家产品就对吼。欢喜你多笑多山顶的山，许多山这边高将是二十几档啊哦，用心许多，好来个注意一下，真正好的产品，二十多档也搁咧风行，经过三十档嘛是也搁咧风行，因为咱人的人体就对啦，够做就对，白天一定拢差不多伫遐啦。所以用许多，什么人叫好？十当后也是同样叫好，所以许多山是非常值得我们用许多好来处理的这个东西就对了。因为这人的身体、哦、吃过这个东西是不就对了，都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不知道有十几步都不知道，所以接下去之后当时我们报纸怎么报、哦、要求啊，什么人在做这个要求有在红家啊，农药是不这么多农药，这些不应该吃到肚子来的毒素，我们都不知道吃到肚子来，所以就最近经济啊，你敢不敢不注意吗？身体不调理吗？所以有人有的人哦，感觉说、欸、我就四五十岁而已，我现在治到高血压，现在治到糖尿病、哦啊、现在机能我总有很多问题都产生，甚至心也不好，用这一段这都是提早老化、啊、现在提早老化就是你本身生活过程中间接触的垃圾特别太多了。这样哦，这真正哦，提早老化有影了吼，安尼吼。所以公司都要经常调整，比如人就对了吼、哦。这保养对这身体最重要的是啥？心灵才是爱顺数。你开始机能在出问题中间，到底心灵才是不顺啊？过乱呢，乱呢就对，机能会乱。啊，乱了了，伊慢慢慢慢，一项注意，注意，注意，机能一开始就退化。啊，退化了后就，咱人辛苦白听，你就代表了。所以变啊，好，咱这人的身体、心灵代谢会损失，会细胞的活性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的。咱现在工具许多山一张制高价，咱路线比武大概拍电话礼拜。想不拢，可能讲啊，你敢知？讲，哦，我今麦食着许多山，食一段时间了后，对啦，迄皮肤继续水，体力继续有，精神继续好，从详细话，迄、那个心情在下会顺舒，皮肤那开水啊，那未顺舒，皮肤不可能水。咱讲熟悉了是安尼，好多人人看这个病呢，病那是有更强，我、哦、这人心情就有，病那是暗淡。面色不好，这人心理上头有出问题了，对，真清楚就是安尼了，对。虽然进来用许多，咱许多山，好好那个利用，最早的目的就是去收财了，对吼。所以以许多山这三边为主了，对，火力抵抗力一强，体态也好，吼，而且慢慢啊运作正常。你若已经乱的人吼。那吃一段时间过了，慢慢慢慢，也调整作正啊，调整作正啊，吼，以许多山这个为主哈。我们骨手骨头，因为骨头咱就知影吼，来训练啊，这顶骨空啊，那骨皮过红那不样。骨头吼，那叫骨质叫流失去了，对了，骨头是会怕的呢。走路会疼呢，足侪人走路会疼呢，别堪去行呢，别堪去徛呢，别堪去拗呢，安尼啊。啊，老大人啊，吼，那骨头啊，怕去了啊，就容易破，容易坏掉，坏掉的中间易破的掉，所以这真重要。恁个说做保养吼，和你介绍，恁个说和你的掉。这金明的第二代，金明的第二代是米巴这个集团吼，中心研发的掉。哎，经过啥？经过这个无温度，在零下的气温以下落去做。一升温开关，所以佫无这种热工灯啊！热工的灯啊，你做过程中间哦，升温也降低，所以你要克服这个热工灯，包括在温度底下以下去完成这个物件中间就对。以及叶黄素、叶黄素这种物件，伊的升温会保持较悬。所以这第二代最重要的是这个这两点就对。无咱第一代咧做得好好，第二代收入较悬，咱当然爱第二代互咱吃，对不对？这是米吧，只有一团诶团队去研发出来了，对。所以别个吃，咱来吃收入较好，较悬咧，今日变个第二代，好、哦、感谢哈、哦。
喜乐通过等啊，等啊，绝对要过用。未使有先失落，免咱未使有先失落，喜乐通挂等做好用就无唔对了哈。我报喜乐清会议，这个会议按无目，我在这里讲，大家不隔离讲个对。会议在咱的会议的流通，包括中联会的会议，到底有流通无流通，我嘛唔知啊。但是我特工我就在家，哎呀，一斤两两嘛。啊，暗时两粒，啊，那上计是去中途去加两粒安尼，足简单的就是安尼就对了。啊，火力多起，这个血液的流通会迅速，没有流口，较未塞的，塞的心脏就好，无好，他就吃力，啊，塞的脑也吃力，安尼就对了。所以循环会迅速，这把真重要哈。一、六、七、五、八、六、七，多瞬间，暗处朋友一行人，要不算。要算自己的帮你自己知道拍电话过来但叫保存的这个用户胃红素，胃红素就是在贫血的人需要吃的东西，从事就看到这种病友眼睛会瞎，头壳会让人晕晕晕整天感觉晕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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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贫血除了你感冒了，感冒了头壳会晕晕晕晕爱烧了种种了，你如果不烧还没流鼻水可能不是的，规工的，干嘛头壳拢未爽快、未清爽，伊就用啊，那对啊，无什么病哦，无感觉讲我倒无安那哦，可能是头壳未清爽安尼尔，有可能是会不高，欠袂贫血，所以红细胞那是有遮竞争的人，只要你贫血的人，你食血红素就简单了，对，差唔两粒，上个下到时啊，佫食一两粒安尼尔，所以这是真简单，可能会当会会当有补充起来。活力身体发挥机能的运作的正常的物件，会红素。感谢哈，有点我不了解，你这里拍电话跟做详细询问，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中国民付费的救会专线电话吼，来接到咱们开放的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开讲啦吼。咱现场的一线电话呢，二六九九四五六，二六九九四五六，带咱们电话，咱个关系的卡，咱麻烦各家一个空六，感谢您。喂，你好。喂，嘿，你伫线电哦。你我有人好、哦、你有人嘿是你好好、哦、啊我是要跟你讲吼你拿那个节目吼结束的时候吼嘿嘿你敢不敢打电话来给我打电话给你哦啊我哪里电话啊啊你这没铺音没没我这没显示呢哦那样嘿啊你有什么事情吗、啊、不可以在山上讲我吼嘿嘿爱你吼小音啦、啊，啊，这哦，这种代志哦，嘿嘿，你听看卖啊嘞，什么什么代志？你咋样嘞？嘿嘿，哦，啊，他会知呀，啊，应该讲，再来讲啊，哦哦哦哦，
啊，这是关系到什么？我家好。嗯。你安尼讲出电话安尼唔好，我安尼互大家听着，安尼对你敢会困了？啊，无你小爷嘛，我讲啊，你几条你打开来？无老讲听啦，你稍等下吼，我即马电话甲你挂断吼。稍等下你广告的时阵吼，你卡入来啦，卡入来，我看是你到底是要讲啥，因为我忙啥，你到底要讲啥物话题啊？我哈甲你接书边，哈甲你接，因为我即马我当小英，我即马要去做车节目。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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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你，好，喂，你好。你好。哎嘿，哎是。你这个是八个发中国安尼来进咱台湾这一家物件，美容产品呢，是啥物呢？嘿嘿嘿。我感觉讲吼，这个中国吼，尤其这习近平真正是他较有够戆土包子的。是。伊那讲你怎样无？嗯。伊那伊大部分出国因遐个物件，即个工厂拢是起较统一派啦。嗯。你即马甲禁起来，怎呢？因遮也替咱个政府是替因啦。是。你今仔日习近平那巧，你遮卖禁小工，互你入面，但是不可能去台湾东西南北，甲世界都是巧。台湾安尼，你怎有在提台湾啦？是。啊！你今仔日用这个手段，根本就是增加台湾快速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你中国就要解体啦！你当面你怎看？你这手段是粗心妄意啦！是好。哎，你这是粗心妄意。哎哎哎，不错啦。哎哎。好，谢谢。好，感谢你哈。在最近这段期间来吼，咱看到中共吼对咱的这个所谓的文攻武汉啦吼，啊，其实这暗时吼，这两党民进党执政家安尼啦，自古以来都安尼啊，自国民党咧执政，登记咧执政都安尼啊，都拢思想安尼啊吼，一直到甲陈水扁执政迄八年，一直到甲吼马英九，包括吼蔡英文执政这段期间。隆中喜安呢吼，隆中喜安呢吼，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是咱中国边库会的电话专线电话吼。来，咱有啥物可以入来朋友呢？二六九九四五六，二六九九四五六吼啊，这是咱啊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咱麻烦个加空了，感谢您。小林呀，哎，是你好。我今日家己一个人呢。你好，家己一个人。哦，足辛苦，足辛苦。没啦。这几天最主要的新闻就是曹新成，曹新成，你也知伊是南军的哦。嗯。伊较早是南军的，伊在做做生意，有哪有用半片呢？哈。嗯嗯。阿伯啊，伊受到迄、那个。迄个圣严法师哦，迄、那个查甫会挂目镜，为佛法开始到用，伊较开始伊心内，伊是读理科的嘛。是。啊，理科一寡，迄、那个宇宙的真相无多去了解，一加一等于二，宇宙并不是这么单纯，一加一等于二，有很多因缘际会啦。嗯嗯。伊慢慢啊，他开始知影讲啊，真正伊哦，关这三十秒，伊讲对国防来讲拢无啥货，但是最主要，讲啊到尾啊，最主要要的，伊刚才讲这句哪？什么？就简单，微台湾啦、啊哦，就是这台湾第五纵队，即个这天公的吼，伊即马用这三十亿，要互安国台吼，更加了解这段人。这段人，你爱知影，安那较早无迄个什么重大诶迄个迄个枪击啦，李斯科啦，迄拢唔是外交差别，迄拢来这咧分钱分啊，怎微台湾出来呢？哦，啊，安只要有这第五纵队吼，唔免外交的人，安即马军事甲美国、日本联合起来。中共哦，俺是一定赢的哦，是但是大专都去搞地啦吼、嗯，但是你睇你讲的，最近足多假消息，谎言的传言传，啊，大家拢当作讲啊，这都唔是我传的，我都，这唔是我先出来，唔是我原始我传的，小港处罚，是啊，小港处罚，是，已经最近足多代志哦，什么人口贩卖有诶无诶，啊，这就是要互你乱咧，感恩谢谢，多谢你哦，嘿，为你好，哎，小林啊，辛苦啦，哎，你好，啊。
这样哦，这里这中国这样哦，啊，跟这里中国这样哦，啊，跟这按台湾这国民党啊，这那这共匪一党的哦，是，哦，人家都看哦，嗯，啊，人来安尼袂使的，嗯，哦，往安尼接头来嘞，来嘞，夹台湾人嘞哈，台湾人无得惊啦，是哦，啊，讲那惯习啦，是，啊，你平常时讲个这样子了嘛，是安尼，嗯，啊，真正人家都笨死呢，你这个国家你是咧还忙什么的啦？嗯、哦，啊！你这个讲一句话，迄个人抢到倒位，你共抢到倒位。是。那啊，你是从三斤几个？那安尼的安尼。安尼落毛哩。这落毛都对啊。你落毛。啊，抢到真正落毛。嗯。哦，啊，人特别安尼沉落去啦。是。哦，啊，这个人就真正都笨死哩。嗯啊。哦，啊，这哦，我讲我听，教练啊。是。就咱今年哦，加准备哦，嗯、就加加。这国民党这直接我死了，像罗马人是这样的，嗯嗯，我就真满意了啦。对了，我爱加油啦。你讲加油赢赢啦，爱加油啦。我看你安那强啦，是，特别看我啦，嗯，这真正笨死啦，是，哦，哎，啊啊，人来安尼也袂使接，接到最后就讲抢到最后，对了，真正够看，对了，笨死，做人做家用非常无奈，是，安尼谢谢啊，好，多谢你，感谢哈，为你好。教练你好，你好，是你好。欸，我是一个司机啦。好好来。啊，我卖讲我的名，我是那个算游览车司机啦。哦。你像即个坐老师啊，过来咱台湾啊。嗯。你敢知道阮做者平平迄个游览车的吼，就叫你去办张坐老师，讲给你，给你过来到内部一个台湾，咱咧办护照啦，啊，台湾啊，啥物啊咧啦。啊，我答应就讲。啊，唔是咱寄过来，是伊家己要过来。啊，靠，可能讲啊，人家己要过来，咱家访问，尤其个美国第三大，咱尽着咱主人的面容，咱一定爱，咱一定欢迎的嘛。哦，啊，你家想啊，恁大家哪里啦？你讲为啥这么近期吧？这世界拢安尼，都唔是台湾。啊，恁当时是大家像安尼，近期好，就像大家探爸爸、探家咧，游说说，去抓出嚟，等下就拢归本的啊。啊，今嘛哪里啦？较歹一点，就是等下万叹前面的政府有诶无？我甲讲吼，咱做人吼，唔忙安尼啦。啊，大家那下就安尼笑眯眯，啊那下就怨叹政府。你讲我爱讲，你讲我想来讲，啊今仔原因开安尼，啊因咧过去就是咩，就是讲差不多滴在遐一块中国客。嗯，啊这嘛无中国客，中国客无过来，这嘛不是咱政府的问题，这是应该你讲党，无必要中国过来咱台湾观光的，都不是讲咱政府的问题啊，对不对？应该讲你这在等啊，怪笑怪片，我讲讲，那唔忙安尼啦，我讲好的时阵你敢唔知？都称呼啊！啊，即摆哪里安尼？一半年也较歹呢，大家就等安尼咩去安尼死的。我讲你那认为都嫌台湾歹，无你就会使赶过，赶过中国啊！即个游览车出来运送过中国，走过嘛，安尼做单单的，免当家你万。我讲人家更苦安尼，所以讲你讲啊，像讲你讲大家讲国庆，其实我讲啦，台湾人我较想啦，啊，佮有他三成人拢无国庆。三成人就那不高兴，那熟悉的，你讲，我讲了他定义，我外口安尼走起来哦，前面我靠电工，阿个有三成人，那不高兴，那啥物代志拢是怪政府，阿这不怪啦，因为你是政党嘛，人家在人讲一句啊，全部害者对大家一定会怪你的，阿这嘛就是不了解人阿个作势啊，阿讲这就是不需要咱政府阿个再做教育安尼啊，安尼好，感谢，哦，以上，好，工作真好，感谢你哦，为你好，哎，不是。哦，老大，哎，老师啊，你好。这个自全国开天地以来，自从有地球以来，这个台湾海峡就是公海。嗯。共产党这个共西东啊，共产党是因的内海，啊，去咁笑死，咁不用笑死。嗯。啊，恁今物咱只一寡一大大企业，就是食品业啦，吼，去学共产党啊。当然吼，即马将牛爱，大家都一个爱像头前糖安尼吼，站出来讲唔通选了国民党诶，国民党诶，较关心吼国家呢，哎，爱保护国家，啊，过来讲吼，这狗啊，几啊个月前就是讲要签新疆要归美中国，香港，啊，美中港，哎，可能是习近平诶地震真严重啊啦，啊，狗来赶紧过去啊，避伊诶地震啦，哎。啊，这吼，这狗啊，那嘴啊，那尖有效呢。你看，
你看伊迄狗啊，脚啊受伤哦，伊拢无咧膏药啊，样随三通过去啊，真正啊三时间就好去啊呢。好，我现在拿只狗的指甲好用，哎，光进去去去甲自己面伊伊别鼻疼。好 ，OK， 好，感谢哈，喂你好，喂山顶哦，姚姚林兄，哎，是你好。地处世界大战，第一岛链全部拢日本嘞。美国安那攻的攻美的，到尾啊第二岛链关的攻的比你阿莫后来的慢慢啦，破口的慢慢的来，嘛是无多好，你不能作准嘞。尾啊的，迄个长崎甲关岛关注大的应该我都导航的嘞。日本人是作准，真啊一兵一准哦。啊，地处世界大战，中国兵勇掠着这紧的哦，掠着你啊，规个背头的唔当甲我处死啊！那是我定时叫我安那，好，迄个干那两种民族性看差偌济就是啊。啊，我最主要想在中国。中共一定要台湾，就是地道人啦。伊已经无出口的这个地道人，所以大家底下咧讲，哦，你是台湾是我们的什么？黑龙江的烟雾弹，伊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位置。感恩谢谢。好，多谢你哈。来，非常感谢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办好一支是咱中国边库会的教会专线电话。喂，你好。喂，嘿，来，嘿，来。你刚好都知道我的电话打这个小白讲一下小白上啊小白不加卡电话又来那个小白啊过来的卡我还想你在讲多一下我现在打我不交开啊听说的啦我问他说他有缘卖你啊没有电话啊哇你也有啊小白是什么人知道啊等一下等一下小白等一下没啊小白什么都不知道啊我怎么知道我这个小白啊哦这样对啦拍摄拍摄我没说给你回答这个问题好感谢感谢两个时间的关系来今天你还用一些很奇怪的电话来我们来进一段广告感谢您来这段时间这个共会都在我们台湾的四周围做这个军事演习以外上最重要就是在我们台湾国内他会制作一些假新闻所以你如果有看到那种让人感觉说我们很莫名其妙很惊吓的假新闻千万不要删掉不能再专传出去你忙动作讲吼，哦，我行情做谈跟，有法度人接到这个新闻消息传出来，就代表讲你行情谈跟，我讲听爱护法律责任。这个对台湾的社会民心造成了惊吓混乱的假消息，你若一旦甲传出来，话就对了啦。你是必须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唔通讲说讲哦，这篇的文章唔是我写的呢，我只不过吼人传火，我去传别人安尼了，唔通我这个想法，我赶快爱负起的法律责任，然后所以这段时间绝对有这个作新闻，作者这款的新闻，这款的假消息，简单讲就是白话啦，千万唔通去转传出来吼。